你是说带俺妈去旅游了，也没有时间。这次海南那边发起了重种邀请，邀请我俺妈过去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想带俺妈去转转看看。其实我还没去过，我也想去。走，我跟俺妈说一声。我妈在这喂鸡嘞。啊，走，我带你去海南旅游去。可还能旅游去？我不去，你要在那要鱼咋弄？妈，其实咱不光去旅游啊，是海南那边发起了助农邀请，叫咱爸爸助农来。那好，我陪你。行，那小姐儿我就找小水帮咱看两天，我陪你去吴东一样。好，妈去。这次去海南路途有点遥远，本来我打算是带俺妈去坐飞机去的，考虑到俺妈年龄大了，我和小雅也商量了一下，借她公司的车。嗯，我们开车去，就是比较保险一点。妈，不用拿着后衣裳，那边穿不住啊。咱能不拿这西装，还能穿挂头子？那边就是热的，20多度了，穿挂头子就行了。我还得买点新衣裳，你再带两件挂头子就行。那好，那我就看看车道嘛。好。挂头子。我烟也收拾好了，车也快开到了，俺去看看。妈，你慢点。好。你今天路得几点能到？得一两天吧，你先睡一会儿。好。其实长这么大，我也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，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没有去过海南的？